说完了。饭有点少啊，就知道吃。我的手机用了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知道给我换一个。吃手机旧就换个新的，还是算了，太贵了，舍不得。其实换新手机一点都不贵，你可以去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， 看看你这旧手机能值多少钱。像我这个旧手机都能买1000多的，这样算下来再加几百块就可以买到你喜欢的新手机了，很划算。真的？我现在就去买。饭少了，跟你说不够吃。